来送养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一地，有份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受安慰，温州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受接土地，要最大幸福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得到爸爸，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得到怜悯，清洁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要看见上帝，予咱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要称作上帝的子。为着伊，捌受困辱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。